有点小亏。没办法，还是要换。虽然他有吸血，不换的话他肯定要压我。等我的 血之滋味好。小吸一口，这个东西吸血太快，厨师吸血太快，他二了。耐心点，一百精准。十二刀，我七刀，小压我五刀，没事。我打野一来他就死了，他很容易被抓的。上来就跑，哎，上来就跑。你很狡猾，不是吗？好，他很危险，我队友来了，他这个血量这种线他不死，那你怎么可能呢？你能不能捅到他呢？捅不到，没事，不怕，击飞，锁住。哎，哦，为什么这个人头你也要抢？我吐了，哇，还把红了吗？完了，我醉了。哦，我本来就，我本以为我要无敌，这波给他的一个人头拿完我就炸了。我本以为我要无敌，这太伤了。不当，耗得很难受。但我队友来了，上！我没有多少血，我顶不住，你先上。好，盾完成，喝一口血。那，哎呀，这炮车真烦。哎，别别别，这线很好。问题不大，红蓝 buff 没拿到。来，他死了，他没有眼。小赚，我技能好了，他回不上来，不给他 A 兵，他吸不了血，他很难受。方老师傅，死不了。看到我很意外吗？回一波。哎，这没吃到还。我线不对。这不过是镜花水。必须给他压进去。再来个小黄蜂。你很狡猾，不是吗？打他一套，配上点燃能秒他。
不见了。这男枪死了，他跑不了了，他已经死了。哎呦呦呦呦！锁住，没了，人头。好，可以。这个也不排了，游戏结束了，游戏结束了。这盘已经赢了。哎，他应该是来不及，他应该要好，非常好，没了。小车一个头啊，小车一个头，他想吃塔皮。莫真的他还走位躲了我一个技能，害我浪费个点燃。再来个小黄猪，小黄猪不嫌多。格雷厨师又混了一个头，他补刀比我多，他发育的比我好，但是他等级没有我高。只不过是镜花水月。怕不怕？你怕不怕？那你没了，兄弟，那你没了哈！你冲上来你就没了。你很狡猾，不是吗？他并不是很服气，选择跟我打了一波。厉害！七滴血也不错啊，也不错，便宜。没菠萝，他没有菠萝，他菠萝放掉了。但这个好玩了，死了。行吧，吃波塔皮。他闪现交了，我是知道的。他闪现交了啊！我会骗你吗？他没闪，他没闪，他出来我点燃直接秒他，满血秒的。只要打野不在满血秒，他把 E 交了，我就可以出 E 了。必中，可以在这阴他一波。他应该快到了，点燃好了，好。相信我。啊，没锁到，没事，打一套。下一波，他血量没了呀，他死了呀，王子来了，两个人不打，两个人不打，我知道队友在，
是吗？虚晃，第一波只是虚晃，把他的皇子骗走。溜了，回家了。完美 ，beautiful， 1600，钱不够，北甲的血魂剑可能有点膨胀，但可出。再来一个宝珠，闪剑小王子。可以，很强。耐心点，召唤师。有多少钱花多少钱？这男枪没有等级。我会骗你吗？火龙要收。看一下就行，我吃个塔皮。接下来干嘛？好，龙没打就好。好，我们在这里阴他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他会从这里走的。皇子杀不了，皇子太肉，而且有 EQ。我在这里蹲男枪。防御塔渡层即将脱落。但是，哎，就有点牢，就有点牢。现压过去，他可能要动这条火龙，但是我只能说人龙我双收，我先给他打，我先给你打，哎，算了，把他人杀了就算了。他敢放弃的，那我真的要人龙双收了。哟，坏了 ，loser。我居然没锁到他！我操，红蓝 buff！ 你很狡猾，不是吗 ？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。吓唬他，别怕，我只是吓唬你。不要看他满血，我照样可以秒他。虽然我都是闪剑，但是我的伤害足够。那你哪打？那你哪打得到我？抓妖姬，你不是食疗子？妖姬是不可能抓死的呀！妖姬不可能抓死的。我们的视野并不是很好。耐心点，召唤师。上路可以抓，好像是。Shut down。红蓝 buff 我想要呀，但是哎呦，他要菠萝弹开了，我操，有盾了，算了。好，下足了闪现，非常棒，他也没盾了。有个盾弓啊，这波他得回家了。这个盾弓还是很烦的，真的很克刺客。相信。
阴影波，能量不足以击伤。有把握吗？可短，石头人在，要小心，别乱丢。有石头人，我们不能乱上，容易被秒。他这里有眼，峡谷开。这波团战，对面应该要上了。先保护队友。哦，这一波双杀我。哟。哦，四杀，那我肯定不给你机会的，我走了。来个灯眼，十四层。哎，这波只混了六层。这角色有点肥啊，十个头，我操，这么猛！我说他怎么伤害这么高？我靠，这不闪我没了！锁住，锁住即可。舒服的很呐，给上点燃，还是那个点，我还是那个锁住，往哪儿跑？跑不了，起飞，飞到天上去。无敌喽，二十五层喽。吃了个七百块，不能靠近石头人。可真难得呀！石头人，我们要小心。红 buff， 耶耶！我操，这个输了。Q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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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Q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没用，没英雄怎么回来这么？你很狡猾。哎，丢了一个头。鬼书吧，先把做出来，不让他们治疗。我输到喽，都没知道。不过无妨啊，我们还是很肥。为什么你这么嚣张？你是为什么会这么嚣张？你为什么会，我都不懂啊，啊，你为什么会这么嚣张？我不懂啊。他可能感觉我杀不掉他，没大，这有点难。有，我操，坏了，红 buff 他不。四大皆坤，一点都不慌的，哎，该怎么走位怎么走位。一高人胆子就大啊！
可以，配合的不错。兄弟，给个蓝，给个蓝无敌，捡 CD 很重要。哟，他飞了。奢侈，这很狡猾，不是吗？还有狂风之力，还得注意，锁链还不能那么着急出。哈，上当了，单出一 Q， 被骗了。啊，不错。哎，团灭。我们只阵亡一个，所以说妖姬不能乱开呀，哎，开妖姬很危险的呀，很容易被骗。火龙说上当喽！艺高人胆大，狂风之力能把我秒，关键是他够到了。浪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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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装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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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坏了坏了坏了，大龙丢了，装逼丢大龙，很尴尬。没事，我们拖，他们高地掉了，这个大龙他们也没什么用，出不来。哎，拖住，他们只是钱加了不少。这个好像巴德的那个隧道啊，比巴德隧道慢一点。哎，四成熟，很舒服啊。定住 ，nice 啊，走位。一波。嘿嘿，反向滑的。哎，
反向滑铁，他很慌。他很慌。可以。